大家好，我是新民梅清记。今年大学毕业，22岁了。七年前，在我15岁的时候，我进了日本演艺界。我是写真和游艺模特，也拍电影和电视。对，第二次来台湾。是。对，我现在正在努力学习中文。我最喜欢台湾。好吗？谢谢你。好好好好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非常感谢大家。谢谢。